你妈，我施舍你，可怜你。是你妈地了，所以撤回来。谁是狗？谁是狗？你再指一个试试。你再指一个试试。谁是狗？我就骂你们家了，你们这家两条狗怎么了？你是我买个房子在这里，我看你脸上。你再推一下，你再推一下，你再推一下。你再骂一句。我他妈的施舍你们。你再骂。我他妈请你们的这十块钱，以后你们。再骂一句。十块钱，我几百万的房子，我能买我请你的十块钱、啊？对呀、啊，我请你了，啊、那你付呀？你继续骂呀？你不是不付吗？我有车位，我凭什么要付？对呀、啊，你不是没交管理费吗？凭什么要付？那你跟物业去说。物业管的什么样子呀、啊？你跟物业去说。你继续呀，这就是我们家的保安请来骂人的。你家的谁他妈是你家的呀？你继续，你继续、啊，你不是我们的保安，你在这里干嘛？妈，你太他妈把自己当回事了。谁是傻逼呀、啊？算什么？你再继续说一句，谁是傻逼、啊？他妈再推一下试试。谁是傻逼？来，还在操？我就操你妈！你还在操？操你妈！啊！我就操你妈！还在操？他妈操死你全家！谁是傻逼？他妈我不操你妈，怎么能有你呢？啊！你妈他妈生你的时候把胎盘扔了，把你养大了是吧？啊！什么狗巴玩意？继续废物东西，继续继续继续，继续继续，赶紧滚他妈十块，我请你、啊，滚吧！徐选别划场，我麻烦你别划场，我麻烦你哈。你今天怎么样？你今天怎么样？我看你今天怎么样？牛逼！我能怎么样？我就想看你怎么样。我能怎么样？我请你十块钱，我送你了，我不要了，我不收了。你送我，滚吧，赶紧滚！你送我。你有这资格吗？你送我，你送我，继续继续继续，对，继续骂呀！你走什么？你过来骂，你过来骂，你继续骂。有必要跟你这种垃圾浪费时间？谁是垃圾？我就对着你骂，怎么样？谁是垃圾？你谁的垃圾？你能把我怎么样？对，我说的。对，你牛逼在推我。哎，我不能骂你吗？我就是骂你，我就是图舒服。哎，我就能骂你，怎么样？走。骂呀，继续呀！滚吧你！哥，你们看见了？继续继续继续！来来来，到我家里面，我好好跟你骂。来，继续继续继续。他妈懒得跟你浪费我口舌，继续。继续继续。不麻烦你。我天，今天今天医院我也不去了。好，你们想怎么样就怎么样吧。很忙的。哎，什么？你很忙？不忙啊？就你忙。俺就去这里，他欠还不给钱，俺就去这里。欠费不给钱，还在这。我们的司机还自己把自己当回事。别太把自己当回事了，你算什么东西？是你太把你当回事了，好吗？我今天不想让你走，你今天就走不掉，我跟你说的。那我你不对，你不让我走，那我就不走呀。我好心好意施舍你十块钱，那你滚蛋。你好心好意施舍我，你算什么东西呀？你每个月拿几千块钱的工资，你算什么东西呀？你有资格说这种话吗？你施舍我，我倒是算不了什么东西。你算你什么东西？你都是。我算你带的，我算什么东西？什么狗？我跟你说，你不要再骂了，我跟你说。我他妈就骂你，你能怎么样？你能怎么样？我就骂你，我就骂你，操 你妈傻逼！你闭嘴！你能怎么样呀？徐雪，你闭嘴、啊！你只能滚蛋！没事，你骂！你今天就只能滚蛋，拿着十块钱滚蛋！你骂，继续，没事。这就是我们乐团的保安啊！怎么了？我他妈就骂你了，怎么了？你继续骂呀！我看你今天能把我怎么样？那你又能把我怎么样呀？啊！我就他妈骂你了，我不能把你怎么样，你骂！滚蛋！哎，时间来不及了。我赔了，要将几点？想听我骂你，可以你骂，继续继续骂骂。你想听我骂你吗？犯贱是吧？你骂呀！我给你发一段语音，我多骂骂你，给你们发个一个小时的。继续继续继续。你他妈晚上回家的时候睡觉的听啊！继续继续。当助眠曲。继续。什么傻逼玩意？继续。赶紧滚！他妈的，不收你的钱，滚！继续继续。继续继续。你赶紧继续，你能怎么样啊？我就继续骂你，你能怎么样？嗯，能把我怎么样？骂呀，骂骂骂，不要停，继续，赶紧滚，继续继续继续。我买房子在这里，你叫我滚，滚的应该是你吧？你不是不交钱吗？你不是不爱交钱吗？我不交钱，我不交钱。你什么时候交过？你我不交钱。你最近一个月进出多少次？你交过一次钱？我问你，我们家跟物业的事情跟你有关系吗？你叫我滚。物业沟通了，别叫滚。说了几百遍，现在在打官司，你听不懂啊？你没耳朵是吗？
那你为什么要骂人呢？我骂你了吗？是你骂王胜，我骂你。你骂没骂我？我录的有视频，一清二楚。你录了最好。谁最先脏？你录，你录了最好，你录了最好。怕的就是你没录。变了，我跟你说，到时候他妈受伤。你录我，你录我录都没用，这里有监控的。你他妈的，要不走就不走了，你叫我滚。我买个房子在这里，你叫我滚，你算什么东西啊？要滚的应该是你，你叫我滚，你算什么？我算你带的，算你发的，算你狗玩发的，你能怎么？你算谁？你能怎么样？你算谁的爹？再推一下。你算谁的爹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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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要说说。别动手了，他算谁的爹呀？啊，他算谁的爹？你算谁的爹啊？好了好了。他算谁的爹？躺着好了呀。先给我拍一下的啊。算谁的爹？他算谁的爹？他算谁的爹？算谁的爹？好了 ，OK 了 ，OK 了，对，就 OK 了。讲的我充三千百单货。对，你们也拍呀，你们也拍，继续呀，报。穿着穿着穿穿后面走好了啊。约头湾的保安是最不要脸的，我跟你们说。你算谁的爹呀？你躺什么？你不是我爹吗？你起来呀！你躺什么躺？别说了，别说了。买个房子在这里，每天进出的跟。跟什么一样？报报报报，没事，你们报，继续报。你躺什么？你刚刚不是骂的厉害的很吗？你是谁的爹呀？天天买个房子在那个影响心情，我跟你说，像土匪一样手欠。他是谁的爹啊？他是谁的爹？妈的，头上来，我不需要打你。对，随便你报警了就好了。再来几次可以啊，你不用再来几次可以啊。没事，躺着好了呀。你刚刚不是骂的厉害的好吗？你是谁的爹呀？就是要这样，这小区才出名。二叔住在哪呀？二叔住在市区那边。那个啥呢？五角啊，五角啊，有啥呢？咱不能去帅楼，有啥呢？有啥？